妈，好啦，免看啦，声音无通啦，两边人拢听袂着啦。我来靠这边，叫叫护车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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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姨，你起码可以冷静些，我先好看咧。我紧啊，迷弟，杨护士今麦已经被我的花枝叶嘛，我无代志啊。无好啦，那干嘛要叫嘛？我嘛想来发作，你唔是甲我讲过啊？这个毒一工让人发一百年啊，想到今麦让我发起来，你是唔是骗我？ 这倒是喏，一工发作一届是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时间愈来愈短，可能是二十四点钟，后回就变成二十点钟，再后回变十七八点钟，这完全要看个人体质啦。啊，老虎尾这种状况可能是伊个人的问题，啊，伊吊筋也吊袂煞，我才看伊记嘴吼，是安那骂人啊？ 一边吊筋，一边骂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东西，你是狗屁屁！我，你，好好好好，卖来去甲动手，安尼嘛无路用啦。以前嘛，小小发作一边，等下等去可能会吊起更加严重。 啊，就可能会休克。你阁有时间，就再甲我查。拜托你，互我回去叫阮妈。让你回去哦。你阁要想想办法去接近老虎咪，互伊填迄个解药。就算讲即届互你接近着啊，啊，毋过过无几点钟啊，过来一摆，你阁爱想办法。 去接近老虎咪，安尼敢会受过辛苦啊？那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想办法。拜托你，敢会当我回去救阮妈？安尼，我嘛拜托你，莫破坏我的计划。你敢有在听？拢是我在听你的，是安怎你无爱听我的？安尼敢有讲未？ 拢希望唔好，我不应该安尼做。敢未当过我这个机会，以后我绝对袂阁破坏你的计划啊！我拜托你。我以为哦，是真有心意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也是无效啦。 囡仔哦，啊时代过来磕头，啊洗脚，迄拢算讲是真孝道，应该啦。无算讲是迄时的，迄只是普通的事。我到底爱有哪做你这么满意？唉，当然是爱去替我办代志啊。 从即摆开始，你甲大卫共款，拢敢若会当听我的命令做代志，无迄个资格，连问东问西。好，一切拢听你吩咐。
我要真好多，真好多需要爬后门哦。我刚才当爬后门啊，内底迄个人看到我，袂输个咧玩熟人呢。伊若看到我，发现到我，若无搞好处理，我甲你相输啦。我真无敢咱搞骂小林，内底迄个人，唔知伫我骂面头前乌白讲话，害我骂即摆对我无法度谅解。你搞好意思怪别人？唔对。你一定打算要创啥对不？你上好即马是老实讲，若无哦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哦。对，我就是趁你无伫的时阵走入去作乱，安尼你有歹意无？啊，这是你家己讲的哦，我今下就叫警察来给你抓起。无卡。没卡。无卡。你莫给我走动。没卡。你莫给我走动，你。爸。爸。阿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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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妈搁昏去啊！系啊，妈真正第三发作啊！我嘛不知影，我即摆已经叫救护车，准备送阿姨去病院啊。你今日哦，就先卖过来，先安尼哈。好好。卫生讲妈搁昏去啊！是啊，即下你欢喜啊吼！我妈即摆状况足危险的，我要去看阿妈。你跟我讲送去倒一间病院啊？你卖只假身啊！你假是我唔知影，顶个骂昏去的时阵，你搁走去病院，伫伊面头前讲迄五四三，你家切去。我拜托你，你若是有良心，就较好心的离较远的，莫搁互伊生气，互伊病愈来愈严重。我妈不是患病，我妈是中毒。中毒？你是要白讲啥？这个香，暂时咱解毒。我妈身体内面毒素发作，敢不敢拜托你摕去面头前去骗一下？好啊，那恁即马甲我摕这物件去找领导的人，伫大家面头前，让妈用这熏香。安怎？你唔敢？迄个表示讲你讲白贼，你死去。珊珊，我甲你跪。只要你愿意跟我斗三工，我给你砍头毁尸的，甚至你爱我净身出户到离婚，我拢无要紧，我拢答应你，拜托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Ryan 一开始是无需要安尼做，刚刚伊讲的是真的。你哪会后悔啊？一定是我独家讲。万一无条件跟珊珊离婚，伊会自作多事啦。啊，不过我无多管你做啊，因为无啥物物件比舅妈较重要啊。珊珊，我无代志啊。珊珊，我求你，我妈真正无时间去等落去啊。好啦，看在你这么要紧妈的份上，我就相信你这次。珊珊，多谢你。你把这个香点起来了，让我妈闻到啊，阿爷，
唔好其他人知影。妈，珍珍啊，阿奶奶，文轩卡电话甲我讲你发病，我着足着急，赶紧乖乖来看你啊。我拄则伫护理站遐听医生讲哦，佮要对你做进一步的检查，目前还毋知影病因，我足烦恼的呢。夫人哦，确实是中毒。你即马实验室的人员来想办法做解毒药剂，不过需要一寡时间，所以我有扎一寡当减轻镜头的药啊。乔博士，多谢你呢。我就知影我，我将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，安尼是对的啦。至少吼，有机会当知影这毒是啥，就会当顺利解毒啊。奇怪呢，我来听到姜博士讲完这好消息，感觉整个人敢若较有气力呢，还真神着。嘉贤哥，妈。你感觉好真济哦。嗯，我本来安尼规身躯安软高高，即摆来感觉哦，加足有精神嘞，袂输敢若安尼充电充饱同款嘞。瑞安真正无骗我。珊珊。啊？你的身躯顶？那有跟罗瑞安同款的熏香味啊？敢有？哦，我有喷香水啦。金玉，你是过敏感啊？阮身躯边的人大拢知影，我是有名的好鼻塞呢。啊，只要喷过旁边哦，大拢一定会记牢牢的啦。你现在身躯顶即阵香味是一阵香味。甲罗瑞安顶白身躯顶的迄阵香味是一模一样的。你是啥物代志咧？问我？我就是这旁边讲对，你讲这是罗瑞安给你的。原本我是要送鸡汤回去给妈喝，刚好拄到伊打算要选入去，一开始打死拢唔肯讲伊的目的是啥，是刚好文轩打电话来，讲妈发病住伊，伊才足紧急的，把这香落交我，讲内面的香就是妈的解药。虽然我是淡薄仔在怀疑啦，我想讲代志这么紧急，还是先起来病医试看卖再讲。喷了后，感觉规个头壳结果清醒的呢。哦，安尼，这确实是解药。我会想要试看卖，不是因为我相信瑞安这个人，是因为我相信伊对妈是真正有感情。江总裁，敢有法度为遐修复内面检验看卖，看会当找到什么线索，就会当证明。罗瑞安讲的是真正还是假？没问题，靠我。凡是会当为这药物内底找到什么解毒用方也不一定，只是讲即马还未找到下毒的方式，还佫有源头，所以我想要请实验室的人员去罗家一抓，若是会当找到下毒的方式，直接甲源头斩断，安尼是上紧的方式。好了好了，就让你办了。姜博士啊，拜托你了。